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原木的托盘，以及那个沙拉波，以及小菜碟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这几个全部都是全新的。然后托盘的尺寸呢，宽的话大概是那个56跟35。那如果有客人来，然后把菜放在上面端出去，就非常好看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哦。